这集也是，这集我们已经绕了好多，就是我现在开始在。你的壳儿太少了 ，berry 多，特别多，很好看。看我们同事有人，他们已经带孩子出去摘了好几波吃了。现在好像现在。在对，他们现在好像是。在吃专门的那个采摘的。桑葚的季节。哎，无所谓的，这又没有毒，你说就担心那个用药，这他怎么会大半夜到这来打药呢？这么多树，那无穷无尽了，那药得。孩子，我看孩子喽。有烟。有小米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停地探险？不应该走老路？哇，你要上你转盖去喽！这一集叫 Climbing the Tree， 但是呢，拖鞋是不行的。哦，把拖鞋脱了，然后穿着袜子上就可以了。穿妈妈的鞋吧。嗯，把拖鞋脱了就可以了。那袜子跟鞋一样的，上就可以了。行，穿妈妈的鞋来。那条皮不行。